欢迎收看109年12月11号的港都新闻，我是郑志源。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海巡署国造安平舰首次亮相，总统蔡英文与首次长陈其迈纷纷出席。而经过登舰试岛之后，大家都相当肯定海巡的造舰计划。而随着新舰艇的加入，也增添台湾的海上战力。高雄跨百已开始倒数喽，为了让民众有特别的惊喜，高雄市政府租用了大楼外墙，投射出倒数数字，以及高雄100年的历史影像，为即将到来的跨百活动揭开序曲。圣诞节即将到来，各个社区都积极装点布置。前镇区振兴里就有位80岁的志工，与里长夫妇合作，三人协力布置社区广场，为里内增添温馨的圣诞气氛。海巡署国造安平舰今天举行交船典礼，总统蔡英文与高雄市长陈其迈纷纷出席。登舰试岛后，大家都肯定国造海巡舰的巡歌能力。陈其迈市长感谢蔡总统上任后的努力，除了为台湾海上增添更强的战力，也凸显高雄的造船实力。海巡署首艘国造安平舰首次亮相，最快的航速高达44节以上，还有最大射程达120米的高压水炮，可以执行海上救生救难、越界陆船登检以及驱离等勤务。舰上也配备一门镇海火箭弹武器系统，一门20机炮遥控炮塔，更预留空间供熊二、熊三飞弹系统使用，以应战时之需。总统蔡英文与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共同参与交船典礼，展现台湾的造船实力。那也要特别感谢蔡总统，从2016年上任推动的国防自主、国建国造，那为高雄整体的造船产业带来将近直接间接1000亿的产值，8000个就业机会。典礼中不只是安平舰交船，还有第二艘成功舰命名下水，以及35吨级的巡防艇交船。相较于过去的同吨位船只，这些新船的速度、功能都更加的优良。蔡总统与陈其迈市长也登舰试岛，并且纷纷肯定海巡的造舰计划。因为你们的投入，海巡同仁才能很快的拥有更新、更好的舰艇。你们都是守护蓝色国土的功臣。不仅是在海难巡防，那同时也兼顾着未来的固守海疆、屏障的转换。那这个可以说是一方面我们在平时来从事海巡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那未来啊，假如有战争发生的时候，那也可以迅速的成为固守海疆、保家卫国最坚定的力量。可以说是高雄之光。随着新舰艇的加入，渴望增添台湾的海上战力，展现了捍卫蓝色国土的决心，更重要的也凸显了高雄造船产业的深厚实力。记者高雄综合报道。高雄市政府位在冈山火车站前原冈山果菜批发市场的土地1000坪，将配合捷运冈山入竹延伸线与民间共同开发。高雄市副市长林清龙今天对外说明开发计划，宣布启动联合开发事宜，期许整个开发业带动冈山地区的发展。原冈山果菜批发市场土地有1000坪，将配合捷运冈山陆竹延伸线与民间共同开发。这块基地隔省道台一线和冈山火车站相对，捷运冈山延伸陆竹工程正在省道台一线上施工，高架的捷运车站就在这块基地和火车站之间，因此整块区域的开发受到市府和地方的重视。我期待这样的期程应该是在111年的年底的时候，大概有个筹备拢会当起来。那么112年的时候，大概就能够营运。三年后起嘛，哈，所以这是我的期待。那么那这个条件里面，我把它当做这个案子几乎是有3个意义。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双铁共构在冈山，那第二个呢，它是属于我们在历史上是捷运还没盖的时候就联合开发先动，这也在全台湾的历史，尤其是高雄历史是特别的。那第三个件事情是指说，我们在往下的发展是 RK1 的力量啊，几乎是会把整个的冈山变成为是，这些都是冈山我认为的信义都心呐。由于这块基地是商业区，也是冈山精华地区，高雄市副议长陆淑美建议市府连接捷运站、火车站的天桥，能规划实用美观，也能作为冈山区的地标。我们希望说借由这个基地的联合开发，我是有跟市长谈过，因为这边其实都属于商业区，也算是冈山区的精华。
那本来他们的计划是说要做一条那个天桥，然后横跨过这个基地跟车站。那我是期许说这一条天桥将来在设计规划的时候可以规划的好一点，而且美观一点，那甚至可以作为一个地标来做。捷运局指出，开发基地构想以住宅、商场、运动中心规划，未来开发总销金额上看20亿元，而且享有交通优势，开发后可让冈山区更繁荣。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高雄跨百光年开始倒数喽，高雄市政府又给了市民一个大大的惊喜，特别租用爱河出海口旁的21层大楼，将外墙化身为大型的投影幕，将倒数的数字与100年来高雄珍贵的历史影像投影在大楼的外墙，来迎接史无前例的高雄陆海空三向度的2021跨百光年的活动。百年视窗正式启动。在市长陈其迈鸣枪之后，大楼的外墙化身成为大型的投影荧幕，透过跨年倒数的数字，展现高雄百年来珍贵的历史影像，许多珍贵的老照片一一浮现，在分秒时刻镶入高雄的历史，用影像来连结城市的情感与历史的记忆。高雄市政府启动的百年视窗是租用大楼外墙的广告版面，以白色的窗贴重新铺贴成巨型的建筑影幕，上面写有跨年倒数的天数以及10分秒，让市长陈其迈驻足在爱河西林港线的旧铁桥上欣赏时，还不断地拿起手机自拍。因为我们高雄跨年跟其他城市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别人是跨一年，我们这一次是跨100年，在未来我们也规划3个舞台，那也会能够用跨百光年的一个意象来迎接下一个100年。同时，市长陈其迈也邀请市民提供自己珍藏的老照片给市府，或许也将会成为见证高雄百年的历史记录，投影在爱河畔。收藏的这些老照片啊，都欢迎能够提供给我们这个历史博物馆文化局啊，能够假如不错的话，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们就会把它贴到我们这个跨百视窗里面。今年2021跨百光年活动首度以陆海空三向度展演跨年夜，百年视窗的倒数影片也将于每晚的6点半到午夜12点播映，不但成为揭开2021跨百光年的序曲，也会成为既珍贵又特殊的跨年花絮。记者高雄综合报道。日前高雄有多起居家检疫的民众违规外出，为了减少这样的情形再度发生，高雄市卫生局订定了全民通报奖励措施，希望透过全民通报共同维护市民的健康。另外考量集合式住宅人口密度高，防疫团队也要求加强住宅公共区域的消毒防疫，严防疫情入侵社区。日前在高雄发生多起居家检疫民众违反规定外出的状况，高雄市卫生局就寄出了检举奖金，若民众发现有居家检疫者擅自外出违规，经检举属实可获得1000元等值礼券，希望透过全民主动通报机制共同维护社区健康。如果我们市民对于疑似违反居家检疫的人最主要是外出了等等这些规定的话，那提供相当的信息给我们，如果一旦我们查获属实的话，那我们会提供给我们提供这些资讯的一些市民，我们有1000块等值的一些奖励。我们希望是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能够让我们的城市能够一个让即使是国人回家是安心回家，那在最注意的这生活的乡亲能够是健康安全的。另外，考量集合式住宅及华夏人口密度较高，高雄市府防疫团队也设计了相关宣导海报，并发放集合式住宅清消重点及检核表，要求集合式住宅及华夏加强落实公共区域的消毒，严防疫情侵入社区。集合式住宅其实里面的人口相对密集很多，尤其是它公共场域里面，包括电梯、那个门口等等，就是每天会必经的地方。所以在整个我们 COVID 的防疫过程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对这部分是大家在共同生活的空间里面都会接触到的情况下，我们就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防疫的环境。那良好的防疫环境包括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的，包括定期的用我们的漂白水消毒，那戴口罩，这些，还有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居家检疫的人，他就要遵守规定，不要违反规定。
而高雄市卫生局长黄志忠也提醒，圣诞节及跨年将至，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人返台过节，因此希望民众不要抱持侥幸心态，落实居家检疫，而各项防疫措施也要确实执行，共同守护全民健康。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中央公园过去是个运动公园，有篮球场以及网球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迁、捷运站的新建、人潮消退，近来公园里的公共设施规划成了民众讨论的热门话题。高市议员黄文义对此相当关切，积极向政府争取增建公共设施，期盼打造亲子共游的特色公园，活络地方经济。中央公园内造型最具特色的大榕树，气根生长的方向、形状宛如座椅一般，成了公园内休憩拍照的特色景点之一。除此之外，公园内的石桌椅凳以及休闲座椅单杠的设计都让民众相当有感。高雄市议员黄文义表示，单杠的设计除了让民众多一个休闲娱乐的设施，同时也能提供给一旁网球场的球员拉筋暖身。单杠是全民的运动，这种运动的东西对市民来讲都是很好的一种健康，而且那个医生也推荐说这种是复健的很好的那个运动，所以也多鼓励市民来这里参与啊。而后的话就是也要请议员多多关心一下这些那个公共建设的那个议题。中央公园的活化不仅如此，但是因为树冠茂密，阳光覆盖率不足，长期没有植批。黄文义议员表示，他积极向高雄市政府阳光处争取活化公园建设，并铺上草皮，以减少尘土飞扬的情形。哎，麻烦你吼，把阮家迄个厝一下放下水的，今麦放下去，给出来啊。好，放下这，黄文义来处理放下的代志安尼啦吼。众人家在运动啦吼，啊，你一挂议员来倒卡手一下吼，较会所在较会水啦。改善网球场的排水系统问题。以前呢，排水系统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因为它是原本的系统哦，是会流到那个生态池啊。因为我们是红土球场，所以那个如果下大雨，那个水会变红色的。那生态池那边怕被污染，就会把它水阀关起来，所以这边就变成一个蓄水池。那后来我们就一样协同公务单位哦，赶快做个排水系统，独立的排水系统，所以以后这边下大雨就不会再变成一个蓄水池，它就会很快的把水排出去，那民众运动的权益也不会受损，所以这个整个的改变让大家都可以受惠得到。对此，民众表示感谢外，同时也提出诉求，希望议员能为民争取公共设施的增建。老人运动起来都忝啊嘛，都没当坐。所以他们就一直走到我们这边来做。哦，好，那边也需要，对不对？对，还需要。黄文义议员强调，公园的活化再生必须与专家不断的规划讨论，并融合动态以及探索设施，打造特色公园。应该要设置一个大型的共融式的一个特色公园，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观光景点，让民众可以在那边玩上半天，甚至一天都可以在那边游玩，创造一个亲子共游的公共空间。同时，也希望能借此活络地方商圈经济。记者张世明、郑志源，高雄报道。圣诞节快到了，各个社区都开始布置圣诞装置，营造佳节气氛。前镇区镇心里里长钟明宪每年都发挥巧思，设计创意的圣诞灯饰与造景。今年格外的不同，有一位高龄80岁的志工大哥加入其中，一同加入社区营造的行列，让里内弥漫着幸福温馨的佳节气氛。里长太太与志工七手八脚的动工布置，就是为了在圣诞佳节到来之前为社区装点，营造浪漫温馨的佳节氛围。镇心里已经连续六年，这六年来我当里长，这六年每年我们都在布置那个圣诞灯。那今年比较不一样，因为今年又是文林广场第一次启用布置圣诞灯，所以比较特殊。不只说一般的灯条以外，我们要投射灯，还有投影，往地上投影，包括整个参数啦，还有流星雨，整个让大家感觉是不一样的。而这所有的圣诞摆设与布置都是靠里长夫妇以及一位高龄80岁的志工三人一同协力完成的。而这位80岁的志工大哥说，能够参与为社区服务美化环境一点都不辛苦，而在看到点灯后的成果也非常有成就感。大家看不远，我看也过的人来参与，在这边休息的人讲那个夸奖的话，奖励的话，我觉得很高兴。感谢我们那个志工，也是我们80岁的长者，他也愿意来协助，是靠自己来想办法来降低经费啊，来做。那所以就出的话，老人工啊、里长工啊，大家来喝啊，
而振兴里不止在这里才有佳节气氛，再往前走几步，也能在布置园艺中看见圣诞红等五彩缤纷的花花草草，看了同样让人赏心悦目。而振兴里长钟明宪就欢迎大家到里内运动散心，感受一下温馨欢乐的佳节气氛。记者张世明、潘文玉高雄报道。过去藏在庙口或大街上贩售的花生麦芽糖，那是许多三四年级生儿时的味道。在高雄有家超过四十年的业者，由于老板的年事已高，原本打算收摊不做，但是儿女呢，因为不舍传统的古早味就此消失。十年前呢，辞掉工作回家接手，不仅将童装改成盒装，研发多种口味，让老品牌有了新的面貌。白色麦芽糖裹着味道香浓的花生粉，一圈一圈紧烙在银色圆形铁盘上。这样的花生麦芽糖是许多人怀念的古早味，也是苏和峰一家人传承超过四十年用心坚守的好滋味。大概算下来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了啦，那就从我爸那一代开始，然后做传统市场开始，然后到那个大概是2009年的时候，我们回来接。现在二代延续着手工制作的精神，从麦芽糖的搅拌熬煮、冷却，到冷却后取下。放到机器上搅拌成乳白色，苏和峰说，这样的麦芽糖的口感才会蓬松不粘牙。接着擀平乳白色的麦芽糖，再撒上花生粉包裹起来，塑形后再铺上满满的花生粉，滋味相当香醇。是用纯麦芽去搅动，然后再来就是包入那个云林的花生粉，然后全部都是全天然的东西，然后没有加入糖啊，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子可以试试看。然后它是软糖，它不是硬的，对，可能跟大家印象中的一些什么糖葱啊那个东西是不一样的。味道香浓，吃起来不粘牙，口味丰富多元，在创新与古早味间取得了平衡点。苏和峰姐弟俩传承的除了手艺外，还有理念与精神。那份自然简单的好味道，就是苏家人四十多年来不变的坚持。记者金宪忠、郑志源高雄报道。迈入第二十届的国人自制优质儿少节目五星奖颁奖典礼，1月9号将在张荣发基金会国际会议中心登场，共有45个儿少节目获得星等推荐。推动20年来，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相当感动制作团队用心制作儿少节目，也呼吁媒体业者在未来能更加重视儿少节目的领域，提升儿少节目的质与量。小小背包客意气风发，准备远征。全台湾唯一向观众朋友来推荐国人自制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已经完成109年度的影片评选，将在1月9号进行第20届的五星奖颁奖典礼。这项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评选，由财团法人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担任幕后推手，20年来从不停歇，鼓励国人自制优质的儿少节目。去年获得梅冠星等推荐的多项节目，不但入围今年第55届金钟奖，其中获五星推荐的《卡古荡时光机》，传承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儿少节目，更一举敲响金钟，拿下儿童少年节目主持人奖。得奖的是《不亚成语》《法公友》《钟家俊》《卡古荡时光机》。我们回顾这些年来，每一次我们举办的这个五星奖里头，原住民电视台的节目或者跟原民题材相关的儿少节目，进入我们五星奖四星半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高，而且优质。像今年获得五星推荐几个节目，都已经在金钟奖都已经得奖入围跟得奖，所以显现这方面第一个节目内容的品质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另外当然就是底座所蕴含的跟原民相关的内涵跟意义，我觉得对于这一个族群的乐听众，尤其是青少年儿童朋友来说，是非常具有意义跟影响的一些内涵哦。那当然我另一方面也希望说，这个节目制作出来不只是给原民的乐听众看，其实它应该是属于整个台湾所有乐听众都应该可以去观看跟拥有的一个环境媒体资源。所以透过这些节目的呈现，然后我们五星奖的鼓励，其实目的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去观看，去发掘这样节目可以带给我们的优良环境里头的成长的要素。
多年来积极催生而上节目，另一方面，媒观却也担忧国内的媒体环境常受限于人力和经费，会影响制作而上节目的意愿，因此也特别呼吁媒体业者能重视而上节目的领域，为儿少族群制作更多的优质节目。所谓的五星奖哈，就是优质儿少节目的这个奖励的一个活动，已经办了20年的。我们的目的当然就是希望能够鼓励，台湾的媒体界哈，多多制作优质的，然后有影响力的儿少节目，提供我们儿少成长更好的一个媒体环境跟机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台湾的媒体环境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相对来讲，在儿少节目这个领域，无论是制作的资源、经费、人力的投注上，可能都对媒体来讲是有它困难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着这样一个奖励的方式鼓励媒体的儿少节目的从业人员，特别是媒体的老板、主席事者，能够更加努力重视儿少节目这一个领域。为鼓励优质儿少节目的产出，中嘉数位股份有限公司也积极参与并赞助经费，支持媒观举办优质儿少节目的五星奖活动，希望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也为儿少的媒体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相信很多民众常常在路上看到这一类的三角锥，但是一般放在车上的三角锥是三角锥吗？不是长得像三角形的就统称叫做三角锥哦。今天港都新闻记者就前往 高雄市交通大队来为大家解释正确的名词到底是什么。各位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三角锥啊。左边这个左边是三角锥啊。这个就是障碍故障的三角锥，三角牌吧，应该三角牌。啊，左边那个，这是三角锥。三角锥。啊，这个。三角锥。那怎么是两个都是三角锥？因为都是三角的。这个三角锥。那右边这个。三角锥。啊，怎么两个都是三角锥？那个应该是，就是车子坏掉的。这是大家常常在路上会看得到的东西，但是它的正确名称却一时也说不出来。许多民众问了之后，一脸茫然不傻傻。大部分说法都是三角锥，可是，在专业的说明上，这个到底是什么呢？记者就前往高雄市交通大队，请教正统的讲法，来解释民众的疑惑。好的，那我们就是今天很开心能够也很高兴有这个荣幸来到采访我们高雄市交通大队大队长陈文耀。那今天就是很多民众对于到底这些交通警示的这些标志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请那个交通大队长那个陈文耀大队长来跟我们做一个说明那我们如何去辨识这两个部分？好，我没想到说嘉龙用这么一般民众接触到的问题来问我了那首先就跟各位说明的就是左边这一个这个它正确的名称就叫做交通锥，它使用的用途就是在一般我们工程在进行的时候，或者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可以来提醒用路人。这个是交通锥，这个是交通锥，对对对对。是。那另外除了这个用途以外呢，它还有交通疏导的时候，比如说要改道我们要把人流车流分开，或者是汇合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交通锥来做。那它大概有两个规格啦，一个大概就是45公分，那另外一个是70公分，高度，对对对对对对。70公分是很短的呀。70公分它一般是用在速度比较快，那民众才会看得到。所以你们看国道的那个都是70公分很高的。所以我们它的统称名称叫做交通锥。交通锥。对对对。那我们观众朋友们不要再搞错了，这个不叫三角锥啊。那个大队长，这个嘞。这种外地这都是车上人比较多。对对对，这个就叫做车辆故障标志。车辆故障标志。对对对，就是我们发生事故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一个警示标志放在离我们比较慢的市区，我们大概30公尺以内就可以了。要看车流了，你如果速度很慢，大概就20都可以。有时候在我们市区道路没有办法让你放那么远。所以我们就是看那个地方的车速来决定你这一个。故障标志要放在多远的地方？不管我们是交通锥也好，车辆那个故障标志也好，
最主要就是在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这个材质一定上面一定要反光的作用。民众还是要注意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大队长来跟我们做这个说明哦。那观众朋友要是有在交通的这个规则上有什么不清楚的话，随时可以来跟我们交通大队来做启示哦。好，谢谢大队长。好，谢谢。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各位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郑志源，我们下次再会。高雄最新资讯，现在只要搜寻高雄都会台 FB 和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